One the jobs， 时间12:00，你一个系6月16日星期日。上个礼拜日6月9日嗰日，你都知发生咩事嘅？民阵就发起反修订逃犯条例嘅游行，到到一个礼拜之后，今日民阵又再宣布再发起又发起多一次嘅逃犯条例游行。因為而家政府因為經過今日的諮詢，3:00幾開幾招，之後林鄭就講就正式宣布，跟住由今日起暫緩修訂逃犯條例，意思係咩咧？即係唔會話預期喺星期46月20號去推行，即係通過唔通過咁樣，即係佢會話留低多啲時間俾公眾諮詢，因為佢話暫緩修例嘅原意係要為咗穩定呢個社會嘅局勢，因為早幾日就話金鐘有好嚴重嘅衝突。甚至是回應市民的訴求，所以就暫緩修訂逃犯條例。但是他說暫緩修訂的話，就很難會今年內會通過。我一講起修例就令你想起 IES 就在今天6月16日的夜晚11:59之前 deadline， 但是我未做，其實做要快啲嘅，咁但系然之後佢話暫緩修例之後，民主派同埋民陣都唔滿意，同埋好憤怒，因為佢話林鄭講嘅只係暫緩而唔係撤回，因為你暫緩即係暫時唔好做住啲撤回，意思就係話呢條條例就當佢唔存在咁樣。咁但系然之後真係嬲啦，所以話聽日星期日6月16日，警服喂民陣再發起第二次嘅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又話由委員行去天美金鐘天美道，跟住然之後佢話跟住咁樣嘅話，原定星期一嗰個咩罷工罷課嗰個活動會取消。咁但係如果話民陣取消，咁係有一部分人係唔會取消嘅，尤其是我 friend 佢中催淚彈嗰個，我係中催淚彈嗰個啊！佢而家佢自從星期4開始已經唔翻學噶啦。星期4、星期五、星期6今日補課都唔見人，即係佢係大學哥最後一日嚟呢度補課咧，即係佢唔出現，因為佢星期5都喺 IG 見到，親眼都睇到佢 po 咗一張相過嚟，都已經知道佢已經係罷緊課嘅。都幾大，都幾沙膽。咁其實再加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正常翻學啦，跟然之後星期4開始係事後活動週，我哋唔使翻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就要補課，要補兩個選修。朝頭早9:00至到12:00嘅補 cam， 之後12:00食完飯，之後2:00又要補地理，到5:00。跟住6月21日又係，即係9:00、12:00 cam， 跟住2:00至5:00化學，唔係地理。跟住6月24日星期一齋地理，25日都係齋地理，跟住冇啦。係，冇嘢。我呢個搞呢個又搞遊行啦，咁個個都話點解林鄭唔撤回呢？因為搞到咁多嘢出嚟，咁但係我另外一樣就話上個禮拜日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佢話
誒集到九誒七十七萬個聯署，跟住之後一個禮拜之後，聯署人數有93萬人聯署支持修例，咁即係話短短一個禮拜增加咗幾多人呢？其實我心照識嘅，七十七到九十三萬就係增加咗16萬，咁即係話到底佢增加咗幾多百分比咧？就係升值減九值除九值啊嘛。我假設佢九十，即係差唔多94萬啦。減翻77萬，除翻77萬，跟住就乘翻100%，就係佢即係佢增加到2.2%，唔知係咪咁，即係咪咁計？新值減舊值 over 舊值啊嘛。咁但係另外一個報嘅就係有一個身穿黃色衫嘅一個人喺太古廣場上邊爬個棚架上去，冒險將我將反送中嘅橫額貼喺上邊，於是佢上喺企喺上邊5分鐘之後，個嘢失咗跌死，跟然之後個個係誇張到話你。啲人最衰都係你啲林鄭，你害死得一個人啊！搞到佢跳，搞到佢跌死咗啊！哇，心諗哇，你賴都係賴嘅。嗰個人失就係嗰個人跌死，因為佢自己攞嚟衰啫嘛。一冇人叫佢爬上咁高，黐個橫額上去啊！好似獅子山咁樣，成日都有好多人喺獅子山掛個直幡，就話林鄭你好下台，跟住咩反對同反惡法呢啲嘢。都要關乎個安全問題嘅，咁嗱呢啲人係唔注重安全嘅，對嚟講嘅話，咁啊心諗嗰個人喺太古廣場上面黐橫額，跟跌死咗，跟住個個就竟然賴喺政府身上，話政府害死咗人。咁我心諗冇人叫嗰個人喺上，冇人叫嗰個人係企喺上面掛個橫額嘅，即係其實成件事淨個爹哥係自己攞嚟衰嘅。呢件事唔係好抵得，可能係笑嘅咧。因為你想下，你做乜嘢都要有一個安全感。咁但係如果好似佢咁，一啲安全感都冇啊，佢跌死嘅叫抵死嘅，唔係但佢可能係真係叫抵死，因為冇人叫佢上面黐啊嘛，大家咁高風險啲嘢，即係前世未死過。唉，咁但係政治活動，呢個反同一條人係一個接一個啊！聽日就開始啦，唔知又會唔會破咗好似民陣講嘅103萬個人？咁警方高峰話有24萬人啊，咁點計出嚟？高峰嘅意思就係話某一刻最多人數就真係要統計出嚟。咁呢、這個佢成個意思就係某一刻最多人出現就係叫高峰時期。咁但係唔知道會破咗之前有幾多咧？上個禮拜幾多？103萬個人，應該都破到個個都出嚟嘅。唔係，我估今次這個反同一條例嗰個示威，嗰個遊行亦都有可能就係示威變衝突。甚至好似上禮拜一咁樣凌晨有人民陣10點幾宣布完成遊行啊嘛，跟住然之後仲有啲示威者凌晨衝擊立法會，咁咪會唔會好似咁樣咧？即係我心諗，好乜年先人係咪即係食屎嘅咁就係，都係因為佢哋搞亂咗香港嗰個咩治安。成日都話警察用暴力，咁你示威者有冇用暴力咧？都要反問翻一句，因為其實都係嚟響咗嗰句啊。你係唔使驚條法例，因為如果你唔犯法，
咁咪唔使經營法例咯。咁但係個個就話反我法，個個都好似講到自己好想犯法咁樣，即係心諗好想親自試一下，好想親自試咩？即係成日驚，佢成日都驚嘅話，即係我唔知點樣。即係可以話，而家呢個反逃犯條例嘅活動係已經傳染咗去學校，學校又有派白絲帶，跟住又有咩悼念，咁心諗關你咩事咧？呢、這個只係香港一個問題，同學校冇關嘅。雖然有關，雖然呢個嘢同香即係呢樣嘢個個香港人都要關心下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帶到嚟香誒帶到嚟學校咧，咁個個變相個個都罷課嘅。所以話個個即係罷課都，因為個個罷課都係睇一時又癱瘓港鐵啊，跟住又去港鐵站抗示威啊，跟住絕食啊，即係好誇張，絕食真係幾誇張。佢話絕食咗70个钟头，咁即係佢計咗時間係差唔多三日嘅，因為三日嘅。小時是72个钟，咁佢話三日絕食，我想你冇可能，你應該會打啲包嚟食嘅。咁但係心諗打啲包嚟食應該叫節食，而唔係叫絕食，因為你節食嘅意思就係你食你係要控制自己，你要控制自己食少啲嘢，而你節食喂，而你絕食嘅意思就係你唔食嘢，咁呢個真係叫絕食，絕食同節食係兩樣嘢。咁但係想做呢啲傷害自己身，影響自己身體健康，但係影響自己身體健康嘅嘢係都要做嘅。咁所以即係自己出賣自己身體去，都可以賣身去救香港啊！甚至呢句嘢，呢班人真係反條例反上腦。